南岛，让我们看见南岛，发现南岛。无尼难，南爱后。大家好，我是谢泽清，欢迎大家一起加入见识南岛的行列。让我们透过知识的体系来了解南岛语族的文化以及他们的生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联合国在2015年的时候有提出来一个非常特别的观点，叫做永续发展目标，有没有听说过？好，它叫 SDGs 哦。其中跟生态哦、跟环境有关系的，就占去了一半以上。那如果说呢，你要仔细的去看的话呢，几乎有14条跟环境是有关联的哦。那他们的联合国的目标是说，在2030年之前，我们要达到所谓的永续发展目标。哦，它里面包括了水资源啊，包括了我们怎么样从大自然获取食物哦，然后呢，包括了我们怎么跟环境共存共荣。但是呢，如果你仔细的哦去思考一下，这里面有很多的细项，有很多的说法，其实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已经落实了。已经很早以前，我们听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在听父执辈，甚至于呢，在祭典里面，我们就听过有很多的说法。在整个南岛语族的文化传统里面，在原民的这个精神信仰里面，实际上生态、环境、永续一直是没有脱钩的。哦，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发现，就是说原民呢生活在哦这块土地上面，那为了我们要有效的、有节制的，甚至于呢跟其他的这个生物，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能够一起这样子生活下去，哦，然后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怎么去保育它。那另外一个故事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当哥伦布这些人呢来到了北美洲的时候，他看到了自然环境，他觉得说哦，自然环境很好，跟欧洲完全不同。欧洲人呢，因为当时呢资源已经过度的开发跟利用，哦，所以欧洲呢他们的经济啊、哦，他们经济自然体系濒临崩溃。可是他们来到北美的时候，他看到说，哎，北美的环境跟家乡完全不同。但是后来呢，他们深入了解才知道，原来在北美的原住民苏族，他们是有意的在维护整个自然环境。他们渔猎，哦，他们也出去打猎，他们也耕作，但是呢，他们完全没有去破坏整个森林体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哦。那西方世界一直到非常晚近，也就是19世纪的时候，才提出来第一个国家公园的概念。大家知道哪一个国家公园是第一个国家公园吗？黄石国家公园，对，黄石很多人可能有去过。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聊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跟环境以及生态观有关。哦，那在原民文化里面呢，你可以发现他们对自然的看法是有情，而且是有义的。哦，那情跟义到底是什么呢？今天的两位讲者非常的特别。那第一位呢，他是一个森林文化博物馆的馆长，全名是鸾山森林文化博物馆。那这个博物馆呢，他是历经了许多的困难，然后他个人呢，也克服了许多，无论是财务上、人还是资源上各式各样的困境哦。那这座博物馆到底跟其他的博物馆什么不一样？很多人说他已经挑战了西方传统的室内型的，那这样子的一个付出，对我们的后代的环境和保育有没有什么样重大的贡献？那古老的智慧在今天有没有价值呢？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这一位长者是鸾山森林文化博物馆的馆长阿里曼老师，我们一起来听他说好不好？来，欢迎。大家好，我是阿里曼，来自台东森林博物馆的布农族的品种啊。那今天呢，非常的高兴能够分享我们在台东所做的这些工作之外呢，今天我的题目是寻找古老智慧，看见台湾的原动力。我在我的一生之中，真的这个感动也是一直在追求的，就是我一直想到当部落的耆老一个一个的凋零，
一个一个的死去，真的是把我们古老的智慧，还有一些他们生活的态度、一些知识经验，把它带走。哦，那真的我非常的幸运，二三十年来我在台东做记者也好，做社区大学，然后也做社区总干事，甚至我在台东大学，尤其在台东大学刘教授环境教育中心的时候，我做这个资源调查，做关山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调查，还有做渔猎资源调查，还有接触了很多的耆老长者，他们真的是活字典哈，他们的一些观念想法，真的是是我们的珍宝哈，所以我觉得说，像这样的一个过去的这些经验，我运用在我们森林网的导览解说哈，那等一下我会一一的来说明哈。那我们布农族哈，跟卢凯族、排湾族、泰雅族一样，我们是山林的思维。阿美族他们呢，是在这个渔猎的文化的一个思维哈。我们把山当成是爸爸，妈妈当成是就是河里是妈妈，在山河之间孕育出我们族群的生命。那老人以前过去告诉我们，绝对不要在河床开垦，或者甚至盖房子。老人告诉我们，河里是有记忆的，不管多久他想念的时候，他还会走曾经走过的路。就像莫拉克台风的时候，像加兰部落流失了56户的房子哦。老人说哦，我上次访问那些老人，他说以前的河里是在这里哦，最后哦。后来的人就开始做提防，然后就开始盖房子哦，所以这个河他们现在盖的房子以前就是河里哦，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像在过去，我从小真的我要谢谢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叔叔。有一次我们到山上啊，这个就是看陷阱。哎，大白天哦，太阳那么大，哎，看到河里，哎，河里旁边那个这个。很干的地方怎么会有出现三四只的这个螃蟹哦？那我爸爸说，哎，可能这几天会下雨啊，真的是果然两天就下雨。还有一次啊，台风连续下了2个礼拜，真的受不了。我们住在鸾山那个。大河北南西都不能通过哦，到最后没有什么东西吃，只剩下。这个倒那个玉米哦，来吃哈，哎，但是呢，有一天早上哦，还在下雨的时候，看到那个母鸡哈，上面呢有小鸡，哎，在上面，哎，这个我爸爸说，哦，天气会很好，真的果然下午真的是天气就好起来啊。那还有一次，我们到山上要工作的时候，哦，早上一大早哦，差不多再爬上去，到了原地差不多8点，哎，真的是下大雨。哎，突然有一个叫声，叽咕噜，叽咕噜，哎，那个主机在叫，哎，原来这个主机在叫，表示说，哎，天气会好起来，真的太厉害了，这些我们这些原住民的耆老跟长者哈，那有在过去我当记者的时候。哦，我以记者的身份，参加这个刘琼球刘教授到南横达官山那个高度2700到2800的高度，我跟这个达玛浪达玛浪那个耆老这个哈短小精干到山上上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这是什么树，这是以前的故事，甚至一些动物的脚印，真的很厉害。到了山顶的时候，他突然拿那个一山建筑给他拨一半之后呢。对着山谷啊，这样吹，哎，我说哎，他怎么会在叫？我问他妈让说，哎，这个是怎么样？他说这是以前啊，我的祖父教我的啊，他常教我说用这样的，在山谷或者是山顶这样吹的时候，哎，这个山腔的好像受伤的声音啊，会老鹰、熊、山猪会过来，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射击。哦，那他在这个山顶哦，他说，哎，高雄在那边，这个南投在那边，这个台东在这里，这样哈。那我们称这个，太阳出来的地方是台东哦，台东哦，这个往后面是高雄。
原来中央山脉，我们布农族根本就很近，最多走半天，甚至一天就到高雄，到南投这样哈。那族群之间，这个中央山脉，是我们的婚姻走廊，甚至我们的族群的迁移的一个过程哈。那像我们这个布农族，到一个地方，我有一次，我们到山上，这个下一天这样哈，还这个老人一定要先生火。他就有一个气氛，下雨天风在吹，他的口袋有带那个上就是二叶松，这个笑一笑，这样就是生活哦，不像现在很多人登山都用气化炉或者这样哦。那真的我非常感触，这几十年来哈，我在做部落地图或者是做迁移史，甚至我去东华大学读研究所写论文的时候，访谈了很多的耆老那真正我们这老家在内本路，也就是在高雄跟台东的界限经过两个政权的外来政权来到台湾之后，我们真的失去了这些土地、这些森林哈。那这些土地真的现在变成姓林的拿去林务局先裹得抓子不放用他们的方式来经营、来管理。那不是说我们把大家把我们迁到鸾山部落，我们真的失去了这些土地、还有森林、还有一些过去的一些故事那老人哈，真的他们有自己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想法这个图这个部落地图，我们做了这个立体地图，这些耆老长者已经都谢谢收看了，不在了。在二三十年，他告诉我，我的家在这里我们的列区在这里，哇，真的很难过，都很流泪所以我做了这些部落地图，才知道真的我们真的失去了。他说，这边很多块木，很多什么这样哈，我们真的原住民如果拥有这些森林、这些土地，我们真的是应该是亿万富翁那真的就在我回到部落的时候，我当社区总干事，在2002年的时候，那个花东纵要花上千万开发鸾山湖，他说最后开发好了之后要做委外经营给另外的团体来做，他说原住民不会经营。那时候我们起来抗争，最后抗争之后给他保留下来。但是在2003年，我们部落上面的原始森林那个金木群有财团要把那个地方买下来，要做灵骨塔、做庙、做度假村的时候，真的我非常的紧张到处借钱我爸爸的儿子呢到处借钱把这个地方把它抢救下来，作为重建我们的文化，找回我们人跟土地、大自然永续对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网络。那也就是借助于我们古老的这些想法态度，就是森林土地是我们的银行所以我就慢慢来做，所以要保留这个地方作为永续变成一个森林银行。从开始到现在坚持没有路标，而且故意没有电所有参访的人凸显我们原住民没有电的智慧，没有文字的文明，而且有全程全事前都是要有我们自己的族人来讲，有我们的拉边、我们的这个解说的老师来说明。那很多的景点、很多的部落解说都是导游或者其他人来解说，绝对没有办法那全事前一定要掌握在我们的手上，全程也不用麦克风，在森林、在大自然，如果用麦克风呢会吵到，采预约制、做总量管制，还有整个态度，我们是向大自然学习，而不是来这里消费。很多人是到原住民部落、到我们的到我们的地方，都是要花钱或者要消费，这样那些观念不一样。同时在那个森林里面，我们把路线都一段时间都会改，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跟大自然不是只有我们人类、我们布农族拥有这个森林，我们跟万物是共生共荣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依循我们的呢，我们在那把盖了房子，让旁边做一个好像食物家园，什么都有这样那我们在那个地方开垦呢，我们沿用我们布农族的方式种这个地瓜也好、南瓜也好，先做砌石头，只是这样。那也保种很多的玉米、小米，一直在那个地方。甚至呢，附近很多的山猪这样原住民真的是打猎真的很厉害。现在年轻人去打猎，晚上就用头灯随便在找。
以前原住民哈，布农族的老人就知道一年四季，哎，什么样的季节会长在什么样的果实啊，动物就会在那个地方啊，是这样的哈。那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重建我们的家屋，我们盖了房子，盖房子的时候，谢谢我的叔叔告诉我风向，还有那个一定要在那个哪一个位置，甚至盖房子呢，树都要剥皮哦，在然后这个不会有蛀虫，然后里面有生活，用黄藤来绑，哦，我们一直在重建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透过很多的这个一日游、两天一夜，甚至学校的户外教学，哦，在所有的过程，我把过去所知道的原住民的古老的智慧，还有我们对土地的态度、一些观念融入在这个解说里面，真的很多人看到或者是到了森林博物馆，重新看见台湾的原动力。真的，我们身为原住民，一定要把森林土地留下来啊，哦，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场域，才能找到我们的自己哈。所以我也特别说明哈，我们所有到森林博物馆，我们最重的宗旨，共同种一棵树。当不管国外国内来的朋友来到森林博物馆，种了这个树之后呢，重新连接你我之间共同的价值。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概念，我们所做的、所坚持的这些古老的智慧，它是拥有值得保留下来的啊。那最要先把土地留下来哈。那我们那边的导览解说从小国中、高中他们在那边学习，他可以面对大学生、面对不同的人，甚至外国人做解说，他们吓一跳，哎，用这样用二叶松来生活甚至他的八部和一个天地之间连结哦，那真的是他们不一样的哈。那还有我要特别说明有人在开玩笑在森林只有峦山只有一个这个会走路的树。那我们的对面那个桃园村、永康村呢，他们真的是种的凤梨蛮多的。有人说，哎呦，他种了这个几万棵、几千棵，赚了不少钱。结果我们峦山就一棵会走路的树真的这个产值增加很多人像在这个地方真将近在我们的官网有180万的人次来过这里，那真的有好几个国家来到这个地方他们非常的喜欢我们原住民。那就整个原住民这个在生态这个系统里面的服务里面，我们这个把它固碳。所以我这边才一个想法，如果把我们的旧部落、我们的原始森林还给我们原住民，我们真的是可以培育我们的下一代只要一棵块木给一个部落800万以上可以培养多少的人是这样哈。所以我深深感受到像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己的部落应该用自己的方式，不要用其他的方式，像现在的国家公园也好，他们是西方的这样的一个作为来经营管理，他们跟我们没有什么感情他对这个土地没有感情。像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旧部落那个山或者河当成是爸爸妈妈这样的个看待，不一样的一个做法。那一般的国家公园种的树都是排队，我们在森林博物馆是按照它的地形或者是这样哈。就像我们过去在种的时候那个园地对，先砌石头给它整理好之后呢，凹的地方种香蕉，有石头地方做豆或者是田埂那边呢种南瓜是这样，因为下雨的时候肥沃的土壤都会进入到这个地方。所以我认为很多的事情我们原住民一定要寻找我们古老的智慧找到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核心的方向。最后我认为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原住民要寻找自己适合的一些生存的方式甚至呢一些方法，那古老的这些智慧不要忘记。以上是我分享的内容，谢谢。不管是国内的原住民、国外的原住民，其实我们都在守护这个土地，其实真的是唯一，我觉得生物多样化我们一定要持续走下去，老人家的智慧都在这个地方。